玉茹妹妹，买胭脂呢？掌柜的，有男客在，怕是不妥吧？公子，我这是胭脂铺，您这一进来，我店里的客人……放心，耽误不了你做生意。今天店里所有的胭脂，我全都买。这……玉茹妹妹，有什么喜欢的胭脂，你就挑，让你九思哥哥卖给你。 公子说话注意分寸，我们家姑娘可是清清白白、正经人家的闺秀。您这样，您这样，我怎么样？小丫头，你说说，我怎么样？顾公子，不知今日顾公子寻玉茹是做什么？但玉茹与您有云泥之别，向来没什么交集。 若是玉茹家人平日里有得罪的地方，还请顾公子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玉茹替他们向您道歉，烦请您今日不要再为难我了吧。别信了，他是装的，就让他先去找人。 玉茹妹妹，我可不是为难你，我是喜欢你。顾公子，切莫胡乱开玩笑。这可不是开玩笑啊！我对你一见钟情，再见倾心，今生今世，非请不娶。